今天的约会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哦，天哪，好脏啊。河马小姐，河马小姐。天哪，怎么有颗这么大的鼻屎？到底为什么会有鼻屎啊？珍妮，托尼，探索解密，为什么会有鼻屎？珍妮托尼来告诉你。进来啦，进来啦，灰尘都进来啦，他们朝着鼻孔跑进来啦。进来啦，进来啦，细菌都进来啦，他们朝着鼻孔跑进来啦。怎么办？灰尘和细菌们都跑到身体里去啦，不会那么容易就进去的吧？挡住吧，挡住吧，用鼻毛挡住吧，灰尘和细菌都哎呀哎呀。挡住吧，挡住吧，用鼻涕挡住吧，灰尘和细菌都哎呀哎呀。鼻子里的鼻屎。鼻屎脏脏的鼻屎，好神奇，为什么会有鼻屎？一起快来探索鼻屎。进来啦，进来啦，灰尘都进来啦，他们朝着鼻孔跑进来啦。进来啦，进来啦，细菌都进来啦，他们朝着鼻孔跑进来啦。细菌都哎呀哎呀。托尼，那些就是鼻屎吗？怎么跟我的鼻屎长得不太一样？别急呀，等它们变干了以后就变成硬硬的鼻屎了。鼻子里的鼻屎。鼻屎脏脏的鼻屎。好神奇，为什么会有鼻屎？一起快来探索鼻屎。鼻屎脏脏的鼻屎。好神奇，为什么会有鼻屎？一起快来探索鼻屎。鼻屎鼻屎是鼻子里的灰尘和细菌被鼻涕给凝结起来而产生的东西，所以河马先生的大鼻屎也是由于今天灰尘太多才出现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谢谢你们，朱尼托尼。那个，河马先生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过分了，其实我的鼻子里也会有鼻屎的。河马小姐，让我来看看河马小姐的鼻屎长什么样子啊。哎呀，河马先生。都看不清路了，我们戴口罩吧。你不会忘记拿了吧？我不想戴口罩，戴口罩太闷了，不适应。还有，就知道会这样。快看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我们一起戴口罩去打败雾霾怪兽吧。好像很好玩。
次一定要准备好口罩，知道了吗？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晚安，妈妈，做个好梦。你也做个好梦。哦，对了，你刷牙了吗？当然刷过啦。蛀牙！你有一颗好大的蛀牙啊！再张嘴看看，快！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明天要去牙科看看了。不要！到底为什么会长蛀牙呀？朱妮，托尼，探索解密，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蛀牙里面的细菌，啾比啾比啾比啾，朱妮托尼来告诉你。你好吗？是我呀，我是在你嘴里生活的细菌链球菌。天天的东西我倒出来许许便便，一天刷牙三次的话我难过。不要刷，吃的东西不就全都没了吗？吃饱了要吃屎，三分钟吃饱了便便一起，三分钟就可以都消化完毕。全都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臭屎屎，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，全都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屎屎，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。味道无比有威风凛凛的蛀牙菌，链球菌们快把这张嘴全都占领。我是在你嘴里生活的细菌链球菌，吃饱喝足，这里就是天上人间。门牙虎牙臼齿之间的间隙，我要拉，让你的小白牙都变成蛀牙。长蛀牙的话，会长出大窟窿。大窟窿的话，牙齿又酸又疼。牙口味道会非常难闻，臭味呼呼散发。嗯，非常好。全都毁灭掉，你的小白牙。全都腐烂掉。臭屎屎，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，全都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屎屎，毁灭掉你的小白牙，全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。味道无比有威风凛凛的蛀牙菌，全都腐烂掉，全都腐烂掉。哦，这是蓝莓的果皮？什么嘛，不是蛀牙哎。真的吗？这下不用去牙科了，好开心呀。你到底是怎么刷牙的？快来重新再刷一遍。不要什么味道？大狮子，你的嘴里有股怪怪的味道。什么？这不可能。哎呀，我的牙齿。天哪，河马，你的牙齿好黑呀。等等我，我去找牙医帮忙。第一位患者是
伸出手啊，一起来吃。小牙医，张开嘴巴啊！不好不好，牙齿上长满蛀虫。修嘴修嘴修啊，一起来治疗。修嘴修嘴修啊，哦，变得善良。修嘴修嘴修啊，一起来治疗。修嘴修嘴修娃娃，闪闪亮亮。现在不疼了。是小小牙医，张开嘴巴啊！不好不好，牙齿在摇摇晃晃。修嘴修嘴修啊，一起来治疗。修嘴修嘴修啊，哦，变得健康。修嘴修嘴修啊，一起来治疗。修嘴修嘴修娃娃，健健康康。哇，爷爷不疼。修嘴修嘴修啊，干净的牙齿。放在枕头下面，牙齿精灵会把牙齿拿走，然后会给你一个礼物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还会长出一颗新的牙齿，不要担心。哇，太好了！来，记得吃完饭要好好刷牙。像这样，上下都要刷干净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医生，谢谢你们。多莉，快看这个，多有意思！喂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哦，多莉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！啾！鼻涕！多莉，你感冒了呀？哎，我们快去医院吧。不要不要，我害怕去医院。哇，朱妮，我们来帮帮多莉吧，让她不再那么害怕去医院。嗯，那怎么帮呢？我们来玩有趣的医院游戏怎么样？好呀好呀，请比请比请比啾。欢迎来到朱妮托尼医院。舒服的话就快来找我们吧，不管哪里疼都会帮你治好它，都会好起来的呀。第一位机器人小朋友，快进来吧。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呀？哎呦哎呦，手臂好痛呀，嘎吱嘎吱它动不了啦。很痛吧？我马上就帮你治疗。擦完药贴上创可贴的话，哪里不舒服的话就快来找我们吧，不管哪里疼都会帮你治好它，都会好起来的呀。下一位恐龙小朋友，快进来吧。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呀？哎呦哎呦，牙齿好痛呀，吧唧吧唧咬不动肉啦。哎呀，你的牙齿好脏呀。上下牙齿认真刷刷刷，牙齿不疼啦。哪里不舒服的话就快来找我们吧，不管哪里疼都会帮你治好它，都会好起来的呀。下一位企鹅小朋友，进来吧。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呀？哎呦哎呦，肚子好疼的，急了没消化好，草莓味糖浆咕噜尝一下，肚子不疼了。
舒服的话，就快来找我们吧，不管哪里他都会帮你治好它，都会好起来的呀。最后一位小朋友多莉，快进来吧。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呀，哎呦一直流鼻涕呀，阿嚏喷嚏也一直打。哦，你这是感冒了呀，吃完要好好睡一觉，感冒全都好啦。哇哦，你们太棒了。喜欢你脏脏又爱玩耍，不爱用泡泡洗澡的你，我最喜欢。我最喜欢你脏脏又爱玩耍，不爱打扫整理的你，我最喜欢。口罩当然要戴，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洗手。洗手那么简单，就这样随便搓一搓不就好了？才不是呢，正确洗手有六个步骤，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手掌心、手关节、手背和拇指，手指缝、手指尖都要搓一搓。晒太阳，维他命 D。
杏仁维他命 E。衰老维他命 E， 维他维他维他命 A B C D E， 维他命 A B C D E A B C D E， 维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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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长高高，维他命 A B C D E A B C D E， 维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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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变漂亮。我是超级英雄托尼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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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超级英雄托尼，你的口罩掉了。哦，不补，不需要。灰尘这么多，而且还是在外面，快戴上。对帅气的超级英雄托尼来说，并不需要这种口罩。哼，看来还没见识过我们口罩英雄。你们是谁？要说起我们的话，来一起大声喊吧，口罩口罩口罩英雄，生活中少不了它，口罩口罩口罩英雄。发生火灾，发生火灾，消防面罩出动，把勇敢的消防员保护好，不能被熊熊大火伤害到，炽热的大火也一点都不怕，我就是勇敢的消防面罩。潜水面罩出动，把帅气的潜水员保护好，安全的在水中把目标找到，沉闷的水中也一点都不怕，我就是帅气的潜水面罩。消防面罩，潜水面罩，我们的口罩英雄。消防面罩，潜水面罩，勇敢帅气又可靠，嘿哈！口罩英雄真是在哪里都有呢，在医院里也有。用口罩出动，把伟大的医生们保护好，让他们为患者们安心治疗，危险的病菌也一点都不怕，我就是安全的医用口罩。最后是防护口罩登场，把所有的人都保护好，不要被呼吸疾病所困扰，黄沙还有灰尘都快走开，记住它就是防护口罩。医用口罩，防护口罩，我们的口罩英雄。医用口罩，防护口罩，安全健康又可靠，嘿哈！来一起大声喊吧，口罩口罩口罩英雄，生活中少不了它，口罩口罩口罩英雄。托尼，口罩英雄们可真帅气啊。托尼，托尼，和病毒作战斗，击退病菌，我就是勇敢的口罩英雄托尼。哦，小伙伴们，口罩要把鼻子和嘴全都挡住，要正确的把口罩戴好哦。真拿你没办法。也不能吃还没熟的食物呀。哎，只要好吃就行了嘛。像这种又热又潮湿的天气，随便乱吃的话可是会出大事的。来，你快看。第一次看见细菌吗？我就是什么细菌，被我吓了一跳吗？我就是食物中毒女王。哎呀呀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我们就是葡萄球菌，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，毒素都涌出来，肚子疼个不停。我不能放过你们，一起一起认认真真洗手吧，一滴一滴完完全全除
还有我，我就是那胡军，海鲜最让我幸福。千万不要煮熟，也千万不要消毒。我们是伟大的细菌，我们是伟大的细菌，我们出现的话，肚子好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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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坏细菌们，休想逃跑！一起一起认认真真洗手吧，一滴一滴完完全全出手吧，嘟嘟嘟嘟哐当哐当完全收开吧。只要记住这三点，就不用担心食物中毒。怎么会呢？其实太难吃了啊！巴拉巴巴巴，细菌游乐园，巴拉巴拉，我们是细菌，巴拉巴巴巴，细菌游乐园，巴拉巴拉巴，快跑快跑！噜噜啦啦，我们是游乐园细菌，噜噜啦啦，和我们。秋千上，当当当当高高，还藏在跷跷板上，上上上下下下，我们藏在转盘上，转呀转呀转转，巴拉巴巴巴，细菌的天堂，好玩游乐园，巴拉巴巴巴，细菌的天堂，细菌游乐园，噜噜啦啦，我们是游乐园细菌。上上下下蹦蹦，巴拉巴拉啦啦啦！哎，我的手变脏了，管他呢！细菌细菌大王，细菌细菌王国，欢迎来到细菌王国！很有气派的细菌王国，住着小细菌和细菌大王，脏兮兮的全都收收收！细菌王国慢慢越变越大，乒乒乓乓哐哐，叮叮当当咚。细菌王国慢慢越变越大，细菌细菌大王，细菌细菌王国。有正义的泡沫战士，哈！三组小细菌和细菌大王，哈！嘻嘻的全都赶走，赶走！细菌王国慢慢消失不见，冲啊冲啊冲！哈！打败坏细菌，耶！细菌王国慢慢消失不见，泡沫泡沫战士，细菌细菌大王。看来我们又得走了。嗯，总会有更脏的地方的。一定会有的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